下跪。这个钳子待会再吃。肚子里边吃的感觉就像蒸熟的那个虾黄似的。哎呀妈呀！完了，戴好下背，这个超级大力，看，已经非常生沉的五指。那个我屁股有小沟，下线带出来，就他做的，超大。这话，妈的太多了。吃大骨头。那不是太大了，好硬。哇，这个太足。一块钓给我们，从里头取，这样。哇，这个真的好大！这肉。超级大的虾怪，今年这虾怪可太贵了。去一下虾线，看这只有多大。哎呦，扒皮儿吃。哦，都流油了。这皮儿要是能嚼烂，都可以给它嚼了吃，太贵了。我这个个头一斤就只能称三只。
还有大哥。嗯，好饱满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明，现在我在吃炸怪，这小怪不咋友好呀，你们要看吗？那现在是我一口，他的肚子，不知道这个季节的虾怪怎么好还是咋的，都是空的。下面这个煮之前它是黑的，煮熟之后它变成这颜色。嗯，吃不到里面的肉，就吃它的籽儿。嗯，它不好吃，它肚子才是最好吃的。挤出来它是这种白白的，另外，哇，满肚子蟹黄的味道。然后可怕的螃蟹，不好吃，我不敢吃，不好意思，是它的虾钳，你看是空的，没肉，我又发现一个，咯吱咯吱的，我感觉这应该是最好季节的时候，虾怪，我的天气越来越热情，看，螃蟹全是空的，虾怪除了肚子和钳子应该没有什么吃的吧。我觉得很咸的，这里的很，对吧？这里的还带有毛了，海鲜越新鲜，越往那些清蒸才是最好吃的。老他妈的都没有上次好吃，各种方面啊！两个男的有腿，脑壳里咋都没肉呢？物以稀为贵，没肉也有很多人抢着吃，就比如说我。必须来个一口焖，看看这个螺大不大。哇，整个一个。虾怪，大个，哎呦我天，疼，看这肚，它热呀，肚里有一口气儿，它就鼓，等稍微凉一凉，它就瘪了。看这里面的花，太鲜了！看大腿，八个完整的。这一口绝了，立着磕，这肉鲜甜。